大家好，我是树乐团的贝斯手小瑞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Anibal 孤旋。那孤旋的特色最明显的就是它的高频很清澈很干净啊，中频非常紧实啊，这样中频紧实对于你玩 rock 或是 metal 这种比较重型的音乐是非常非常适合的，因为它可以让你的声音是非常的有压迫感，然后是紧的，不会是松松软软。这一个弦的音色的独占性非常的强大，不太会因为你的拾音器的配置而产生明显的改变。那么你可以听到它有非常颗粒化的音色，然后呢音量基本上可以用爆炸这两个字来形容，就是非常爆裂的声音。好，那所以以我个人来讲的话，如果我用这一套弦的话，我会拿来弹，主要是弹 rock 或者是比较重的 funk 这样子的音乐